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七页。为什么要讲这部《般若波罗蜜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第十一个理由啊，拔苦乐边，令入中道。啊，般若是实相的智慧啊，啊，实相的智慧要离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修行方法。那错误的修正内容啊，所以他这里讲啊，说复次有人应可度者啊，那么所谓的应可度者，基本上这个佛法里面把一切众生大概分成三种，就从得度不得度这边来讲，分作三种，一种就是没有善根的。啊，这个离得度比较远，啊，那么他这一生只能跟他种善根，啊，那比如说很多外道，啊，那么他非常的执着，但有一些外道他也不一定，这一生是外道，啊，那么他也有可能得度，啊，就是说比较他观念深刻，没有接触佛法因缘的，那么只能种善根，啊，就是没有善根的，只能跟他种善根。那么有善根，但善根不成熟的，只能跟他成熟善根；善根成熟的，那么就可以得度。他就是这里应可度者。那么，所以释迦佛在《一教经》里面啊，涅槃的时候啊，他就说了：那么应该得度的就得度了，没有得度的，那么也种下得度因缘啊。其实是这样啊，所以他留在这个世间。也没有意义啦，因为应该得度的都得度了，那没有得度的我留下来，他也没办法得度啊。他已经种下得度因缘了啊，所以大概这里讲有人应可度者，其实就是指啊，那么善根成熟的人啊，那么或堕两边，或以无自故但求生荣啊。那么他在这个世间上啊，有种种的，就是虽然他善根成熟。但是你没有给他这个因缘，他也没办法得度啊。所以他这里有应可度者啊，那或堕两边啊，那或以无自故但求生乐啊，或有未到故修着苦行啊。那么这里也可以当作说应可度者下面有这三种啊，下面有这三种，然后他的标点是把它。化作啊，应可度者堕两边，无智者但求生荣，有未到故修着苦行，啊，他是这样化啊，但是也可以看作有人应可度者啊，那么第一个他或堕于两边，或是啊无智故但求生荣，或是未到故修着苦行，啊，好，那基本上要应可度者才能得度，啊，那如是人等。于第一义中施涅槃正道，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义相应啊，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得第一义，所以就没有办法得涅槃，啊，没有办法知第一义啊，就是第一就是实相啊，诸法实相，啊，那从般若经来讲，那么诸法实相就是诸法毕竟空啊，无我无我所，好，那所以他施涅槃正道啊，就是依这个正道得到涅槃。啊，依八正道入涅槃，所以他失去这个正确的，啊，我们说道有三种，一个是道理，一个是道路，一个是道德。道理就是修道的理论跟宗旨，道路就是修道的次第跟方法，啊，那么道德就是修道的殊胜跟功德，啊，那这个上次我们稍微有说到，啊，道理、道路、道德，啊，这上次我们说到。道理、道路、道德，修道的理论啊，就是修行的理论跟宗旨，修道的次第及方法，道德啊，修道的殊胜。假设你这样修啊，会得到什么？殊胜和啊与功德啊，可以出生时啊，那么基本上啊，那正道啊，就是正确的啊，正确的修道理论，正确的修道方法。啊，那么你这样得到啊，你可以得到正确的
殊胜的功德，那么基本上这里叫正道，施涅槃正道，那一般来讲就是八正道得涅槃，那依般若波罗蜜，那么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这样。那么如果是解脱道的话，解脱道的话，这个涅槃如果大圣的话，就大波涅槃，那声闻的涅槃就是依八正道得涅槃，十方薄伽梵一入涅槃门，依八正道得入涅槃。那依大圣的话，就依般若波罗蜜道，那么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大波涅槃，所以他说佛欲拔此两边，令入中道。这个中道就是中正如实之道，中就是正确的意思，中道，中是中正，中正如实之道。那么所以中观就叫做就中道如实正观，中观就变成中道如实正观。那什么是中道，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一，般若波罗蜜能示导堕邪道众生，离两边故，那么中道，那么就是正道，正就是离错误的，离错误的正跟邪，正就是不邪，就是不是错误的，所以要先离戒禁取，要先离戒禁取就是错误的，你才能怎么样，你才能正无我，所以三戒，身见、戒禁取见跟疑，这我们上次有说过，三戒有戒禁取见，戒禁取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就是两边戒禁取见跟疑，疑就是正道四谛，对四谛再没有怀疑，确定确认了四谛，而且没有戒禁取见，你才能对四谛没有怀疑。所以戒禁取见要先离，要先离。所以我们要先确定我们现在修行的方法、修行的理论，以及我们修行之后所得到的。那很多人会觉得他有感应，他有感应，那么就是有修行；他有神通，就是有修行。那么他能忍耐，就是有修行，是没有错。从世间来讲，这个也叫修行。但是佛法的修行不是有这一些感应，有这一些身体的变化，而是心能够极静，不是你能够见到什么见到什么，见花啦，见佛啦，然后身体可以有什么变化啦，不是，而是心对于境界不动。它之所以不动，就是烦恼不动。那么你是要跟法相应，修行重点在跟佛说的法，就中道法相应，而不是有跟佛菩萨啦、跟神啦、跟天啦有种种感应。那么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你的修行重在你念了这部经之后有什么感应，举个例来讲，比如说豆子自己会跳啦，经书自己会翻啦，那么可以预见明天发生的事啦，或是看见自己坐在莲花上啦，这个玻璃上有法轮啦，反正这些没有错，它也是你心力的一种修行的感应。但这种感应它终究是有为法，它终究是生灭，它终究是无常的，这种不能确定你在佛法中有真正的修行。佛法中真正的修行就是你确认了世间是无常的，诸法是无我的，涅槃是极静的，诸法是毕竟空的，你确认这个东西，而对一切现象的变化，对一切现象的生命不执取，不为所动，那么心常常被保持在安定极静的状态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大部分的修行都会落在有什么感应，重点不在跟佛菩萨的感应，见佛啦，见花啦，见光啦，不在，而在跟法的相应，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里讲，因为堕邪道的众生，就是错误，邪道就是你有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方法，你所证的并不是解脱，你以为是解脱，得少为主，或是把比如说苦行外道，他基本上也是这样，那么以无欲的认为世间没有轮回的，反正种种的种种六识外道里面的种种观念，好，那么离两边故，离两边，那么堕邪道众生离两边故，
两边就是什么？离开错误的，离开错误的。你不是两边都是错误，你不是归到错误的这一边，就是归到错误的那一边，啊，其实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中道，啊，就正道，中道就是正确如实之道。好，那通常啊，其实中道有很多种说法，啊，如果你去查，那中道就讲得非常多了。但是大概基本上就三种，啊，是三种，啊，这苦乐是一种，啊，我们是简单的讲啊，苦乐是一种。那么所证的内容啊，这修证的内容啊，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有不无，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比如说他先为无比丘讲不苦不乐的中道，啊，然后再为他讲不长不断的中道，啊，那长就是啊命与，就是这个死了之后啊，那么有一个不变的灵魂，永远啊，是或者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或死了之后，只是这个身体死，那个灵魂不灭，灵魂不死，啊，那个叫做常，啊，那么常跟断，啊，那么一跟一，灵魂这跟这个身体到底是一还是一，啊，一就是死了之后就断见，一就是断见了，那么一就是常见了，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身体死了，那个灵魂不灭啊，一样啊，这常跟断，这死后还继续啊，死后就没有，那这个命。跟这个生是一或一，那死后有来或去，反正这些其实都是讲无我，啊，因为世间的常见跟断见，基本上就是我见，我见底下啊，就上次我们有说到，我见底下分两个，常跟断啊，这释迦佛里面有常常说到这个，那常就是这个身体就是我，五蕴即我，叫做即蕴我，断见是即蕴我，这个身体就是我。所以我死了，我就不存在了，就叫断见啊。那还是我见，这个还是我见。常见就是离蕴我，离开这个蕴，离开这个五蕴有一个我，离开这个五蕴有一个我。所以我死了，那个我还存在啊。那这个是一般讲的所谓常跟断了，即蕴我跟离蕴我。好，那释迦佛说这个是常见，这个是断见。那一意就是这个灵魂跟这个身体是。一还是一啊？那基本上都在讲无我这个观念，来去也是这样。好，那这里啊，是为诸比丘说的啊，那为无比丘的，为其他很多比丘都是讲这样。在阿含经里面，你常常可以看到啊这样的说法。那你也必须参透，就是必须了解这个东西，你才有办法得解脱，你才是在向解脱修行。你最后一定要接触到这个，要向此观，他最后一定要观这个。啊，观五蕴，或是观十二处，或是观六界，或是八界，就是蕴处界，或是观缘起无我。通常无我不离开啊，基本上依阿含经里面讲，最主要的就是五蕴无我啊，或是十二处无我啊。那么就是你从境界里面生我所，你从自身本身身心反应里面生我所，有我所爱，才有我所见。依我所爱，那么。依我所见起我所爱造一切种种的善恶业，那么就受三界轮回生死的果报，其实是这样来的。所以你修行修到最后，如果你不懂缘起无我，或是你没有去了解什么是缘起无我，或了解五蕴无我，或了解啊这个十二处无我，那么你基本上还谈不上是佛法的修行。佛法的修行最终一定要接触，所以对所有出家比丘都是讲这一块，对在家人就不一定。在家人要看，如果他没有要解脱的这种出离心，那么就为他讲世界升天之法，叫做端正法。如果他没有要解脱的心，那出家一定是为解脱才出家的，过去啦，一定是都是为解脱才要出家啊。那所以为出家众基本上都是讲这一种真善法，就是解脱法。那么解脱法一定不离开缘起无我、五蕴无我、十二处无我，不离开这个。所以阿含经里面有讲，你要不讲五蕴无我，你就不是在说法。真正的法师就是一定要讲到五蕴无我，或是十二处无我，或是缘起无我，啊，一定要讲这个。那么如果你没有讲，那你就不是法师。就是你说的法不能让人家向善向上向解脱，不能向解脱，
那么对世间的人，那么共世间的，共世间跟共外道不一样哦。我们现在会把很多共外道法讲成共世间法，不是，共世间法跟共外道法不一样。共世间法，比如说啊，那个你修十善可以升天，那么世间人是想升天的。好，我告诉你真正升天的方法，就是持戒布施，这个是施戒升天之法。那这个法是共世间的，因为这个没有出世间。但是共外道的就不一样了，外道是怎么样？好，我要升天，我就买牛奶去供养湿婆神，湿婆神就让我升天。我到恒河水里面啊，那么祈祷啊，念这个梵天，梵天就让我升天啊。那这个就共外道了啊，这个不是升天的方法。那你把外道升天的方法搬到佛家来了，这个叫共外道啊。共世间不是共外道，但现在很多人把共外道法变成共世间法，变成是佛教里面共世间的方便道。没有，方便道不是共外道，方便道不是共外道哦。啊，那现在就是很多会把共外道法变成佛教里面的方便道啊，不是啊。比如说叫你念佛，那念佛这个是佛教里面的方便啊。那么比如说叫你持戒啊，那么这些都是共世间的。那先让你安定在这个地方，先让你离三恶道，然后再让你再向上啊。那么这个是就世间的角度，我们叫做世间希坦啊，为人希坦啊，后面会讲到啊，四种希坦。这个是佛教的方便，就是先让你安住在这个地方，但是它还是正道哦，它是以正道先让你不堕三恶道，而不是用外道法啊，让你以为在修行啊，让你以为这样可以得解脱，这样可以得升天啊。比如说你念个升天咒，那么你就一直在念升天咒啊，你就可以升天啊。那么这样其实不是方便道，这个叫做外道啊。所以方便道不是共外道啊。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啦啊，很多都把啊外道法共外道法变成是佛教里面的方便道啊，其实不是。佛道一定是正道，正道就是离两边，就是它是正确的，即使是升天也要有正确的升天方法啊，也有正确的升天方法啊，而不是啊用外道错误的方法，然后再夹杂佛教的正确方法，然后掺在一起啊，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先来讲这个中道啊，先来讲这个中道。这个中道基本上啊，就这三种啊，一个就是离苦乐的两边，因为当时苦行外道啊，当时印度人啊有两种主要的解脱道啊，那么也是升天道，也是解脱道，一个就是苦行，苦行重点在持戒，重点在持戒。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修禅定，这两种是主要的。那释迦佛首先啊，那么修禅定，然后修到最高的禅定，后来修六年的苦行，都不能解脱啊。那所以这个戒跟定就变成佛教里面的基础啊，变成佛教里面的基础。但并不能够以持戒跟修定就可以得解脱，没办法啊，就戒跟定。当时偏向啊，有很多人偏向苦行就可以升天，就可以得解脱啊。那所以释迦佛放弃苦行之后，无比丘认为他放弃修行，放弃苦行就放弃修行啊，所以佛才先为他讲，真正的修行跟苦跟乐没有关系，跟正确不正确有关系。就是说修行的方法跟你受苦或不受苦没有关系，重点不在苦跟乐，重点在正跟正确跟不正确，就是正跟邪。那么正确的方法是离苦乐两边的，是不执着在一定要受苦或是一定不能受苦啊。像有一些人念佛，我们举个例啦啊，早期也有这样啊，就早期念佛就是啊一定要忍耐，一定要受苦啊。那么念佛啊，念佛要受苦啊，就是要很精进的，很就是苦行啊，就落一日到落七日，那么都要很努力的念佛，要说八关斋戒，要怎么样啊。当然这个也是对的啦，但是就是说它重点不在于苦行，身心受苦，不是身心压抑，不是这样子的。
那有一派就认为，那佛是自在的解脱的，我们念佛不要那么逼得那么紧，不要把身心逼得那么紧，要很快乐的念佛，所以一面念佛，一面跳舞，一面唱歌，那么他觉得这样才是念佛啊，这个还是在苦乐两边。有的念佛把身心逼得很紧啊，那么有的念佛就是觉得你不能逼迫身心，你要随顺的身心啊，那么很快乐，心态要很快乐，要很自在，要很无忧无虑的，然后一面念佛一面跳舞的哈，那也有这样子的。那这个其实也很明显，也是两边啊，两边跟苦跟乐没关系，跟方法正确不正确有关系，心态要正确。所以先为无比丘讲离苦乐两边的中道，中道就是你执着在苦的这一边跟执着在乐的这一边都不对。那这个后来在阿含经里面也有常说啊，中阿含里面啊，我先把这个讲完再来讲这个好了。那第二个就是常断一意来去有无啊，这四种后来大圣把有无改成生灭啊，因为这个就牵涉到部派跟大圣的不同说法。部派认为生灭跟不生不灭是两边的啊，就是一般来讲缘起是生灭的。那大圣讲一实相啊，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那诸行无常，无常就是生灭的啊。但是大圣讲生灭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三法印就是一法印啊。这个跟部派里面就是部派不认为生灭就是不生不灭。好，那这个是比较啊，就比较有不同的看法啊。这个印顺老师在《中观经律》里面有讲到这个东西。好，那基本上苦乐常断一意来去有无啊，这那有无到了大圣就把它改成生灭，就变成生灭常断一意来去，就变成八部中道。那这个中道是在阿含经里面常讲的啊。那常断一意来去啊，为诸比丘讲啊，要不然就讲为家瞻言讲有无啊。那么一般啊，中道啊，就是基本上啊，那么比较强调在有无这一边啊。就是正见世间即，不生世间无见；正见世间灭，不生世间有见。那么这个是为家瞻言讲的。后来阿难举这个经为禅陀讲，禅陀也因此得解脱啊，那所以也非常有名。另外啊，这个是修正的内容，一定是牵涉到无我。这个苦乐，这个长段一一来去有无，都是无我，所以以得无我，就不生灭无生啊。那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然后才能够得涅槃寂静。好，那么后来啊，为二十义而讲啊，这个修行的态度上啊，这个是修行的方法上啊，不要执着于苦跟乐。修正的内容上，一定是要跟无我相应啊，无我相应一定是不缠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有不无，一定是这样子的。你执着在有的这一边跟无的这一边，那个都不是无我啊，来跟去的这一边都不是无我。那个都是我见啊，就是我们前面讲都是我见啊，执着在长跟断，一跟一，来跟去，有跟无，这两边都是我见，都是我见。好，那你修正的内容一定是不长不断的，不依不依的啊，不来不去，不有不无的。那么在修行的心态上、态度上，就心态上不急不缓，你太急了反而不容易得到啊，因为得到的心是极静的啊，安定的。你太慢了，缓不济急，那么也成不了道；太急了，也不能成道；太缓了，也成不了道。所以那个心态要保持在不急不缓，不是你用功就好，急着用功，那种急躁的心成不了道。你根本不当一回事啊，那么缓不济急，那也不能成道啊。所以这个是一般来讲中道里面啊最主要的三个部分啊，就修行的方法是不苦不乐的啊，那么就离开以无欲为主或以离苦行为主的啊，那么修正的内容一定跟无我相应。那无我啊，基本上就是常断一一来去啊，有无，就是这个就是两边啊，两边啊。那这个有无啊，是特别是有为家瞻言说的，还有为二十一而讲不急不缓。好，那这个我们说这些所谓的中道、正道、如实之道啊，那到了龙树啊，他就依生灭常断一一来去啊，写了一个
所谓的八部中道。那中道啊，这前面我们也说过，这个八部中道啊，或是这个大圣所说的这一些，那么主要就是深化阿含经的无我啊。我们说这个菩萨道深化阿含经里面佛说的无我，那么广化佛所行的啊，利他啊，就是主要菩萨道其实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所谓的中道。好，我们再来讲一下。那么因为这样啊，就离两边的，一开始啊，讲这个离苦乐两边，中阿含卷五十六啊，他还讲到啊，着欲乐下见业，凡人所行，自烦自苦，非贤圣求法，无意相应。我们常讲无意无力，我觉得我们修道的修行的人，应该要很注意这个无意无力的，就是你这个是不是有道理，讲不讲出这个道理出来，为什么这样修，道理在哪里，原理在哪里啊？那么这个一定要大家应该要心清楚，因为很多人都是修道都是修到无意相应啊。那么舍此两边啊，有取中道啊，这个是一边啊，这个是一边，这个是一边啊，舍此两边，去掉错误的就是正确的啊。有取中道，就是你要先去掉这两边的啊，跟凡夫相应的啊，就是很多人啊，就比较强调在欲乐啊，修行就是要快乐啊，修行是要快乐，但不是感官的刺激，不是感官的快乐啊，所以有时候啊，唱歌跳舞啊，唱得很高兴啊，这个有时候我们的泛拜也会达到这种快乐，就是会陶醉啦啊，会陶醉。那你就会觉得很多人会误会哦啊，那么会觉得这种陶醉叫做色心，不是，你心在无欲里面，它不叫色心啊。但是我们会久了会误会哦，久了会误会啊，会觉得哇，在泛拜中啊，唱得很陶醉啊。那么因为这个叫妙声音，声音叫做妙音嘛，声音它基本上是无欲里面的色声香味触。色身香味触，有时候是身体的感觉啊，那有一些是啊身体的感觉啊，那么有一种殊胜的快乐啊，这基本上都在无欲，色身香味触。那么这个就是凡人所行的欲乐，着欲乐，色身香味触哦啊，那这个叫妙色，基本上都前面一个妙了啊，妙妙色、妙身、美妙的啦、殊胜的啦、喜乐的啦，妙色、妙身、妙香、妙味、妙触，你就着重在这里喽啊。那么假设你着重在这里，那么你很容易这个集，你要知道这个是凡人所行啊，所以你诵，比如说假设了啊，比如说你诵经那个梵拜悠扬，那么你陶醉在这个声音里面，那个你要注意，这个叫做着意乐了，这个叫着意乐。但是你摄心的话，不是你的心摄在这个音乐上，不是摄心，是你的借由这个梵拜，你的心设在那个法义上，它不是无意相应的啊，你跟那个义理相通，因为你设心在法义上，不是设心在声音上。我们现在很多人误会啊，觉得去参加这个法会，然后在这个维罗啦大众的声音上，你的心设在这个声音上叫做设心，是你的心设在这个什么欲乐上面的，这个是一边哦。你要说这个时候，因为很这个声音让你对这个法义通达，或是你思维这个法义啊，就是由这个经，由这个经你通这个理，通这个义，经义，它是跟它的法义相应，法义相应哦，而不是跟五欲相通哦。但是你会发现到现在多数的人，那么是因为他参加这个法会，他那个声音悠扬，梵拜悠扬啊，然后大众啊，那么摄心是没有错，你的摄心是凡，你要摄心是什么呀？着意乐，凡人所行的，这外道也有啊，因为念什么不重要，那个声音好听，摄心，可是这个是无意相应的啊，你根本就。他念什么或是怎么样，你只重他那个声音，而不只重他那个义理。那么换他是诵圣经、可兰经，他也一样那么好听啊。
它也一样好听啊。你只重点你是好听啊，这个好听的声音色心啊，你在那个音陶醉在那个音乐里面啊，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佛法的，这个不是佛法所追求的哦，啊，这个是着欲乐凡人所行哦，它不殊胜，下贱是它不殊胜的，啊，它不是殊胜的。另外一个是自烦自苦，非贤圣求法，也不是贤圣所追求的。他虽然不着无欲啊，不执取无欲啊，但是无欲是热行嘛，是不管你是色身香味触哦，不管你是色身香味触哦，都一样。那我们现在着重在色跟声比较多了，着重在色跟声比较多啊，就是比较，比如说，哦，我们举个例来讲啊，法会多数都是布置到很庄严。即使摆个东西都要摆到赏心悦目，你知道吗？都很好看，然后大众也是要摆得很好看啊，就是要整齐划一，没有错。这个也是可以摄心，就是你不会看到不会乱，但是不乱重点是要让你跟法意相通，不是你看到哦赏心悦目就好啊。比如说我们也要啊，我们这里至少要稍微布置一下，不会看起来啊不好看嘛。好，但重点。我们不是只是要看这个，这个只是让我们不会起杂乱的心、分别心。接下来呢？接下来就要跟法义相应，所以要诵经、要念佛，你要跟这些相应，你要懂得你在念什么啊？那么为什么这么念？你要从这个经文里面去关照这个法义，要不然我们就会在色跟身里面做文章了啊。比如说，好，你念佛见到佛放光，这看起来很殊胜，对不对？没有错，这是很殊胜，但是佛跟你讲话啊，你又更欢喜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你没有办法跟真正的法相通。你虽然见到佛了，见到的不是佛，啊，见到的不是佛啊。那么所以你看这两边，这个就是比较深的两边了啊。那么着于了凡人所行，自烦自苦，非贤圣求法，无意相应。那么舌齿两边有取中道，这个是中阿含里面的。那么另外啊，五分律里面的啊，我们来看啊，他讲的是一样，但不同的说法啊。啊，五分律，他各个经典都有说到啊，但是基本上一样啊。但是这两个不同的说法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就是我们来看啊，五分律卷十五，他说贪着爱欲，说欲无过。第二个邪见苦行无有道基啊，他简单写啊，你看不同的翻译就不一样啊，不过他一样是着欲乐啊，凡人所求，他不了解欲的过患啊，色身香味触叫做五欲嘛。那你会发现到我们的很多修行都在五欲上面哦，都在五欲上面，真的，你好好想这件事，然后再想一想你平常做些什么功课，或是你在大众共修的时候你做些什么功课。你有没有落在五欲上面？你要想这件事哦，真的，要不然你一辈子，我告诉你，你一辈子都以为在修行，其实都是修什么行？凡夫行，真的啊！你要好好想这件事啊。那么有一些比较用功的，其实落到苦行那一边哦，啊，就是穿的不好，吃的不好，住的不好，没有错啊。然后他坚持要脱钵，不周持经营啊，这个也很好，都很好。但是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你想到了什么，你平常在思维什么。那有些人就是啊，就是天天拜佛，天天念佛，天天持咒啊，天天诵经，诵了一辈子经，不知道这部经在讲什么，念了一辈子佛，不知道什么是佛，持了一辈子咒，不知道什么是咒。然后他就着重在什么？念佛，希望能够见到佛；持咒，希望能够有神通；念经也不晓得去思维这个法义，希望念了经之后啊，然后忽然之间，经里面的佛菩萨都出来跟你说法，都出来跟你加持。我告诉你，你这样修，你会越修越颠倒啊！所以一定要知道。不是着重在跟诸佛菩萨的感应，见佛啦，听见佛说法，不是，而是重在
跟佛菩萨所说的这个法相应，彻底通达理解佛所说的这个法。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闻思修证嘛。那这个他这里讲邪见苦行无有道基，舍此两边便得中道。那一般讲中道，一般讲中道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中道，就是苦集灭道的道，就是八正道。一个中道就是八正道。那么如果我们从八部中道来讲，那么中道就是什么？中道就是缘起无我。或是四谛。那么有一些你会看变得中道，后面就是修道的次第，就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我们来看哦，大部分的人那有一些，如果你讲八部中道的中道，它基本上就是缘起无我，就是缘起无我，见缘起正无我那么正中道就是见缘起正无我。那如果一般的来讲，那么他把中道也放在苦集灭道的道底下，道地底下就是八正道。那八正道，那正见就是要先离两边的了正见、正思维。这个正见从哪里来呢？从善知识来。最大的善知识当然是佛或是佛弟子、佛跟僧。那现在多了，现在还有经典经典录音带网络这些都可以听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让你升起正见。那以前没有，以前你一定要跟人，因为以前没有录音设备，没有录影设备，佛讲了你不在场听，你就人家转述可以，但是还是要有其他人跟你转述，转述的人很多都是佛弟子所以要皈依佛机身就是这样，以获得证件，以获得证件。那现在不用了现在你在网络上在手机上，在其他经书上都可以听到看到，升起证件可以引发你的证件。但是因为你看到的听到的不一定是证件，你看到的听到的不一定是证件，但是之前你听佛以及佛弟子不一定是，有些佛弟子听了佛之后然后去转述，他也转述错误这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但是佛讲的一定是证件，不会有错但是佛弟子里面圣弟子也一定是不会有错。所以佛即身，这个身主要是指贤圣身就是身是指和合众那和合重点在它理和合不是四合而已，它理和跟法相应的。那么所以你皈依佛皈依身，你才能够依法得正见。依法得正见，你看主要是要起正思维。很多佛弟子听了佛说法之后，他起不正思维，他也没办法得法的利益，他就没有办法依正思维而起什么正语、正业、正命，依这个法来修正他的身心、身体的行为。正语，他如果依正见得正思维，他一定就会有正语、正业、正命，他不会有邪命，他不会有错误的身口业那么这个口业，这个是意业，这个是身业。身业他一定是不杀、不盗、不淫；口业一定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然后他不会有错误的生活方式就是邪命在家的邪命跟出家的邪命不一样出家的邪命就是为了要好好的过生活，过好的生活，那么做一些错误的行为，比如说去买卖啦然后去赚钱啊，去干什么，反正就是为了只是要过好的生活那么这个在家的就是你做一些会伤害众生邪见的生活比如说你去算命看风水啦然后这一教经里面讲的啦就很多种这个有在家的疾病上，比如说你杀生啦、打猎啦、贩毒啦，这种比较会伤害众生的、障碍众生生命的、生活让他困苦的骗人的啦，比如诈骗集团的啦或是让他引发邪见的这些都是错误的。
那么之后就是你以正见正思维得来的佛法会表现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这件事做了会伤害别人的，那么你决定不去做，这个话说了会误导别人的，你绝对不去说啊。虽然有钱可以赚，虽然有名声，但是你就绝对不说啊，绝对不去做这一些啊，然后就是不会显易惑众啊，不会颠倒乱说这些，这些只是为了增加你的名声，增加你的利益，他不会去做，因为你由正见正思维得来的，你发现此有故彼有啊，你这样做了之后，你后面就会怎么样？你现在造了这个业，你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因缘果报？所以你绝对不会去做这些东西，你就会有正与正业正面。然后之后，你再依正见正思维，那么表现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就这样安定了之后，你才起什么正精进、正念、正定。你看它的次第是这样哦，正精进就加行用功，正念、正定。那我们都没有，我们也没有正见，你也不晓得佛法是什么，缘起是在讲什么，什么是无我，这个你通通不知道。那你根本就也不去思维啊，那正与正业正面啊，你也没有注意，你就开始精进。然后正念正定，啊，然后比如说一句佛号，啊，一个咒语，啊啊，然后是或是啊一个手印，啊，反正你就这样修到死，然后也许会因为你专注念这个，也会有定，也会有定，也会引发神通，但是绝对跟道不相应。那么很多人没有正见，当然就没有办法依正见起正思维。没有办法依正思维而有正与正业正面，开始就精进，就以为他是正精进了，然后就专一修一个法，他以为是正念，然后这些外道也有，外道依他专注专念啊，这个就变成啊专念啊一心专念啊也可以啊，就念一部经，念一个咒语，念一个佛号啊，然后。他一样会得定，一样会引发神通，一样会有感应，但是感应是跟感应，他绝对跟法不相应，不是佛法里面的要的啊，所以这个不是在八正道里面啊。那还剩下很多的人，我就说没有正见正思维，也看不见他正与正业正面，他开始就从正精进正念正定就修，然后就这样认为他就可以要得到什么呢？这个一定是错误的啊，所以什么都不知道就要去闭关，关起来做什么？他也修行，但修什么行？修的是佛教里面的中道行吗？不是，他连无我都不知道，缘起都不知道，他怎么关得来？他心专注的时候，他关得来吗？他要关什么？他只能看见佛，他就追求，他就以为啊，他跟佛相应了。他看见佛，可是他看见的真的是佛吗？不是佛，所以这一点应该要很注意，很重要。因为大多数的不用功的就跟世间相应，不用功的就跟世间相应，着重在五欲里面色身香味触；用功的呢，没有法，无意相应，都跟外道相应，顶多最多做什么？做仙人。做五通仙人，啊，这个是最好的啦。那么，如果他再跟邪见相应，他就可能会堕三恶道，啊，邪见就会让你堕三恶道。你虽然持戒修定，哦，但是你邪见相应、无意相应，他就会让你堕三恶道啊。这个要很注意。所以他说，佛欲把此两边入于中道，让他们啊知道这个中道。所以说摩诃般若蜜经。好，再看第十二个，分别法生生法生供养果报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如舍利塔品中说。好，我们先来讲这个生生法生这个观念。我们知道现在啊，有所谓的三生四生，那主要是三生啊，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是我们最常说的啊。那
那如果有四身，那是从法身、报身、化身啊，那么再延伸出来的啊，有的从法身里面啊，那再分别两种身，自性身、法性身，从报身里面啊，那么再分别两种身，自受用、他受用啊，从化身里面再分别两种，烈相、烈应身跟圣应身啊。好，那如果仔细讲起来，就有六种身了。啊，但是一般来讲，四身或是三身啊，法身、报身、化身。那我们来看《大智度论》里面的，我们说最早《阿含经》里面其实只有两种身，《大智论》里面其实也只讲两种身。我们把《大智论》里面讲的有关两种身的关东西啊，都给它写出来，让大家知道。啊，《智论》卷九的时候啊，他讲到有两种身，一种叫做法性身，一种叫做父母身身。它其实都是两种而已啊，这两种也可以变成三种，那三种又可以变成四种，四种可以变成六种。卷十啊，又讲到两种啊，叫做神通变化身、父母身身，这个就是业报身，父母身是业报身。好，那么卷四十的时候啊，这里面啊重复提到这两身，但是名词不一样啊，一种是生死肉身。一种叫做法性神通法身，好，这里也开始有所谓的法性身、法身的概念，法性神通啊，这里是法性身，这也是神通变化身，它这个是法性神通法身。那一般我们讲三身，基本上啊，就是变化身，它就是化身啊。一般讲三身啊，一般讲三身，法身、报身、化身。法身啊，一般来讲，有时候又分自性身及法性身。自性清净的啊，法性是功德法身，报身啊，又他受用、自受用的，他受用跟自受用，化身啊，烈应身跟圣应身，比较殊胜的化身叫做应化身，有时候叫变化身啊，应化跟变化啊，其实圣应身跟烈应身，烈应身就是啊，这个身体啊，基本上就是使烈应身。那大圣跟小圣讲的又不太一样。啊，比如说部派里面啊，那基本上这个身就是业报身。那佛陀他会变化成其他的人，那个叫化身啊。如果大圣里面就是佛陀也会变化做其他的人去度比丘度什么啊，这在《阿含经》里面也看得到啊。佛陀所变化的，那么这个也是化身。但是如果大圣里面佛陀这个身体就是悉达多从小到大这个身体，它就叫化身啊。那所以观念理念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先来讲这个，把这个讲一下，讲好就好了。那在卷六十里面，就是我们把它里面所说的都拿来看啊，然后了解到啊一些不太一样的啊。那一个就是生死肉身是一样的。他底下他又说出三界不生不死，法性生生啊，出三界不生不死，法性生生啊。因为这个法身的概念其实有一点点复杂了啊。那阿含经里面的法身其实是很简单，就是功德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就这样而已啊，就功德法身。那以法为身啊，那通常法身是不可见的了。卷七十四。它一样啊，它是生死肉身跟法性身身。好，如果我们从今天来看啊，这个法性身、神通变化身啊，就是我们说的化身。法性身就是神通变化身，就是法性神通法身，这个就综合起来讲了。你看，法性神通法身啊，化身法身其实是一样的，它这里是一样的哦啊，就是它就是两种身而已了啊。那后面呢，我们就把它变成三种。那么他就是出三界不生不死的法性身身。好，那么这是大智度论里面在讲到啊所谓的法身。那他这里说到啊，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他这里说到这个分别法身身身供养果报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那这个我们下次再讲，因为他这里在说。这里我们先讲一下，这里主要是在说供养法身跟供养身身。供养身身是以供养舍利为主，供养法身是以
以读诵、受持、书写、为他人说《般若波罗蜜经》为主。那么这个是法身啊。那因为生生是由法身所成就的，舍利之所以有人供养，是因为释迦佛的舍利之所以值得供养，是因为他有法身。他今天如果没有成佛，那么他的舍利就是他的遗骨，就供养也没有功德，也没有人要去供养。今天他之所以供养舍利有功德，主要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啊，那么证得这个法。那这个法从哪里来呢？从《般若波罗蜜经》来。所以供养《般若波罗蜜经》的功德比供养佛陀的舍利功德大，也殊胜啊。他在讲这个，所以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因为舍利之所以有功德，是因为这个舍利的人，这个主人啊，那不管是舍利佛、是目犍连、是阿难啊，他的舍利都值得供养。释迦牟尼佛、迦摄佛、燃灯佛都值得供养。他为什么值得供养？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得般若波罗蜜。那么般若波罗蜜怎么来啊？那么由别人说，那么到大圣的时候有书写啊，就是有六法行、十法行啊，所以他说如舍利塔品啊。那么里面讲啊，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说。好，那因为时间到，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